本节目由欧莱雅美发挑战不同秀发问题冠名播出。现在走在走怪路上，刚刚遇到了一些状况，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被抓了，真的就被赶，但是没事，我们现在逃出来，不是我们现在逃出来，我们没被抓住，我们还是往你的方向在进行中，对，没事，但是现在有点紧张，对，我快到给你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我现在要下四号线了，好，好好好好好。直接带上去。感觉我这丑爆了，我丑爆了今天。哎，一个颜值担当被打扮成这样是搞什么？颜值那么高的人，这怎么用？哇！哇，这个是谁啊？哎，放在地上，我带了一个神器啊！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完蛋了！有，超级完美，抓紧时间。